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走路算正确、嗯、其实走路正确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嗯、所以你要实际上变成就是静态，要去一个一个步骤去讲，大家很难记。所以我们走路其实最正确的方式包括穿高跟鞋，都是从腹部这边用、哦、核心，从对骨盆这个地方做核心的训练、嗯、那其实你核心够稳的时候，你在走路的时候才不会晃来晃去。 对，因为很多人是比方说就是我们书中也有提到很多错误步态，比方说走路晃来晃去，或走路歪八，或者是走路挺着一个大肚子，或者走路内八，它有很多种这种不同的错误步态，那它可能都来自于就是可能你的臀肌力量不够，或者是腹肌力量不够，或者是你的身体有一些习惯驼背、嗯、那对，那这些都会让你的肌肉呈现在某一种紧绷的状态。对，所以你就这个习惯养成了，你这走路就没有办法去。你说90%的人走路姿势都不正确。对，几乎。首先这书翻开，我觉得这一题你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摆脱不了小腿的酸痛跟肿胀哦，还有萝卜腿。对，萝卜腿。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好了，就算我念书时期是个运动员好了，可是拜托我离开校园都已经30年了，就是这个问题，他永远小腿都还是觉得好胀，然后为什么人家都笑我们是萝卜腿，那这个一辈子就甩不掉了吗？其实它就会跟走路方式有关。你会发现走路比较萝卜腿的人啊，他是因为用了小腿的腓肠肌，也就是小腿这个地方的肌肉用太多了。那走路如果说穿高跟鞋，有些人穿得很漂亮，有些人穿出来就是一个萝卜腿很明显，就是因为他都是用萝卜腿这个地方的肌肉在用力，所以他不停的用这个地方用力，然后到后来就会发现这边瘦瘦的，然后这边一块，对，就是会很明显，那个就是他的用力模式。对，那我们也有看到很多穿平底鞋的人也会有这种萝卜腿的这种状况。平底鞋萝卜腿那就蛮冤枉的。他对，有点冤枉，因为他的平底的底太低了，太薄了，太薄也不行啊，就是人家那种夹脚拖那样子，薄薄的那种。对，或者是帆布鞋很扁的那种，因为它没有什么支撑，变成它在推进。我们的推进的意思是走路的时候有这个推进的动作，是这个推进的动作，它用了太多的力气，而且这个是习惯。对，当这个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那它自然而然那个肌肉就不停的，对，就会一直用力。那所以像马姐讲的，他都一直维持着穿高跟鞋，对呀，所以腿就一跟穿布鞋，它那个线条，这是真的有差别吗？那个就是怎么去运用肌肉，就是你要知道肌肉的，就是你自己的优势，然后去运用肌肉的力量。那我们会看到很体态很匀称的人，基本上他很清楚他的用力方式要放在哪里。像小腿，就马姐的那个腿很漂亮，那个小腿那个腓肠肌，它就是一个很顺的一个线条，对，那这个时候表示他在用力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只有局部的在用力，就是很平均的，包括肚子，包括臀部。刚刚这样一个动作，那个夹臀就一定要用到，对，所以这些力气是都进来了，所以他很平均的在用力，身体就不会一块很大块这样子。不当的施力会就会造成肌肉的，可能它就会结得硬硬的这样子。对。所以几个重要的是说，我们台湾就是说有什么外八字啦、内八字啦，或者是踮脚走路，或是有些人天生的扁平足啊，对，这都是他没有办法，对，马上克服的。对，那基本上它会影响到的，我们刚刚聊的都是外观，它其实会影响到健康。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简单的自我检测的方式，知道我们是不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看鞋子，对，我们对可以透过看鞋子的方式，鞋底。那我们这边其实就是书中有教大家1分钟可以做检测，就是看你的鞋底，这个是一个正常正确的磨损的状况。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啊，在主要都是跟鞋底的外侧，就是脚底外侧这个地方用比较多力气，推进的时候是用大概1/3处这个地方，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地方磨最多。那也会发现如果说是脚底容易长茧的人，通常都是长在这个地方，就是大拇指侧边第二根指头下方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正确的走路方式的鞋底磨损。那我们这边看到像比方说
刚刚提到扁平足，足弓比较低的人，或者是比方说拇指外翻的人，他的施力很多是用在内侧，就会发现就从脚底的这个地方，鞋底地方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对，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照片，这个我们其实就很清楚，对，这个就是从鞋跟的地方看的，鞋跟地方我们就可以去看两边的对称性。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同一双鞋同一个人，就可以看得到穿底。对，就这个地方我们去看，在家里面观察的时候去看它的就是比例，左边跟右边是不是对称的。那鞋刚刚提到就是鞋底的外侧是磨最多的，然后再来是这种边边，你就看两边就是脏跟磨损的那个比例来讲，程度来讲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对称的。然后一般来讲在这个地方也会有另外一个磨损，所以其实像女生在选择高跟鞋的时候，也可以去选择在三分之一处这个地方能够比较有弹性的，会比较好走。女生的高跟鞋对女生来讲其实是一个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漂亮，但是其实是对健康来讲是不好，其实是不好啦。对，其实是不好，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往走下坡这件事情对膝盖很伤。对对，那如果说你穿高跟鞋，你就一直在走下坡，就是没停，对不对？你的脚就是一直在走下坡。可是高跟鞋是说，偶尔穿很容易就穿着穿着就不再穿了，就穿不住。对，可是像马姐。他是我一穿，他只要一出门，不管录影再回去，再加上逛街跟吃饭什么，他就是一路没有办法一直。他是当健身的，所以他到现在他穿高跟鞋都没有问题，他是可以一路这样。对，国外有一种研究，我不知道马姐有没有办法穿平底鞋啊？就是没办法，我就是可以穿高跟鞋，可是不能穿平底鞋。我穿平底鞋，我的小腿会抽筋，再加上会酸痛啊。会有点窦桃在。对，那个也是因为腓肠肌的关系，其实就是这张图，就是我们会看到这张图，你的腓肠肌，因为你永久都穿高跟鞋，所以在这个地方，在你的就是小腿的这个比目鱼肌跟腓肠肌这个地方，它就变短了。对，那因为它这个是你长期肌肉的习惯，所以这个地方变短，变成你在穿平底鞋这边被拉长，这边被拉长的时候，腿会酸跟抽筋。对，就是会有这个状况。那其实它代表的意思是你的肌肉已经习惯了这个模式，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我们都希望它是有一定弹性。对，所以可以透过伸展或者是透过一些强化的运动，就是透过运动的方式去改变它的习惯，改变它的弹性。那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长期都只能穿一种鞋款，只能穿高跟鞋，它可能是一个警讯。对，穿平底鞋也是一个警示。是，对，所以我们就是每过于不及都不好。每一种鞋款都要可以穿。